小弟，我委屈吧。
娘子，母母便是何劳动分？小子有句话不知官事吗？言之世间不过乱发，一时生儿有点难吧，请说吧。这个，小生喜招明公，是君臣，本官西洛人士，年方23岁，这个世界是知识渐深，并不成器。谁说你嘞？我也不是算命先生，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？这问小娘子，你家莺莺小姐，她可常出来走走不？出来便怎么样？哼！古人今后明明走，自家远近今后与好。春转身子不自在，不早不晚生公堂。先生一定亲姑姑，不劳许许分担忙。从今天要不乱讲，从今以后你当房地分，不当房地你谁不要福分？你要是福分啊，得老夫身份跟你我一堂，真是个福袋子。后娘啊后娘，你可知这相思的贼儿吗？贼难上，准备找一方身，上西端堂，不见便到真身上。是，我不能向和尚借他三双银钱，早晚也可见一笑尽。不是，是这个字，我就是这个字。